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你的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太尴尬了。恰恰相反，就是在这里，我看见一个真实、勇敢、倔强又可爱的女孩。时间到，自便吧。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我第一次看见世界上会有那样的女孩，她化着不算精致的妆，穿着不太合体的衣服，鞋也应该不合适，要不然就不会飞出去了。但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一个打闹别人发布会，又当众发飙，因为流泪假睫毛都要掉下来的女孩，竟然一点都不讨人厌。林医生，其实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你了，下着那么大的雨，你就那么淋着雨走着。当我调转车头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上了公交车。我想追上你，让你上我的车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样做合不合适。你根本不认识我，我怕我很冒昧，但是我还是担心了一路啊。是我先暗恋你啊！我还上网查了你的漫画，那些心经啊、玉女什么的。别说了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我很喜欢这里，不知道让你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，你会怎么想？摔倒了，爬起来，再摔倒，再爬起来。不，这次我扶着你，不会再摔倒了。我相信。